师傅，麻烦您能不能看看我家的佛台？嗯，看看。你家主人属什么呢？是我的，我是77年的蛇。哦，恭喜你，观世音菩萨来过。嗯。啊，谢谢，感恩菩萨。很好，那个我一直在困惑，就是经常上面有一个十字绣的佛像。嗯。嗯，看到。先挂着吧。合理合法吗，师傅？先挂着吧，还是比较细巧的，并不是像人家很粗的。嗯。对对。嗯，先挂着吧。嗯。啊，先挂着没事吗？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请下来，好吧？啊啊。还有就是，那我明白了。还有就是那个，嗯，还有就是你自己要那个磕头之前啊，最好有个好能够跟观世音菩萨。祷告一下，就是叫 play 一下，就是说跟观世音菩萨说一下，好吗？啊，说就是关于佛像的事情吗？嗯，对呀、啊，嗯。哦，那师傅您看一下我那个图腾的颜色好吗？菩萨来过两三次，你们家应该都有感觉的，要么就闻到香味，要么就卷香，要么就是油灯有莲花，嗯。啊，感恩菩萨，感恩菩萨，太高兴了，谢谢那个师傅。